里，老师好。你好。这把是您打造的刀吗？对，我磨杵法磨出来。哦，所以我们用磨杵法磨出来。你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刀型呢？因为这种是美式的猎刀，小猎刀。哦。它另外还有一个同系列的，这比较像我们台湾泰雅的那种三刀型。了解。是两把不一样的。对。嗯，也都是一般我们像烤肉用啊，一种轻型的小刀。嗯，我可以拿一下吗？可以。OK， 好。哦，了解。OK。感觉就很有分量的，哦，它就算是一笔。它有分穿心饼跟三明治饼，它的饼是不一样的。看这个，哦，了解，是不一样的。OK， 它就是配重跟使用方式也不太一样。哦，是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比较喜欢暴力，有人喜欢带着很轻巧，所以不一样的使用方式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试一下锋利度给你看。我靠！真的有时候，您不介绍，不晓得这刀的好处在哪里。这么锋利，是那它的材质跟韧性的来讲的话，应该就属于我们露营啦、野营啦、切割啦等等方面来使用。这个是刚才是 SLD Magic。Magic， 我靠！所以它是。日立的钢材，啊，另外还有一组是大同 DC53，它都是模具钢。我靠，了解。好，感谢大家。